关好了。没错，在录了。对。今天是来韩国的第三天啊。请问这位先生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睡到下午两点。2:49。那就是三点，你睡到两点半。睡到两点，然后一直在聊天，怎么会是我的锅？明明就是一直在看比赛重播，又变成我睡到三点。那就是阿豹的锅了，跑太好了。乱讲。老虎糖，走吧，我们去买饮料。我要乌龙命替，然后不要波霸五分，冰块五分，这是什么？奶油。不要。好了。好了。搞定。搞定。等饮料了。乌龙茶。啊，不选。OK， 好啦，就这样，你等一下准备在地哦。在地美食，在地还有乌龙茶，走吧。哇，人真的很多哎。没有办法，人都是。我想吃那个鸡蛋糕。要去买那个培根堡。我们要来买草草要吃的培根堡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鸡蛋会在上面。一个要2000韩元，大概40块，其实不贵了。哦，三米的，走吧，回饭店耍废喽，用我们的老虎糖搭配鸡蛋糕，先回饭店耍废。昨天突然就衔接到这里了，没错，今天要出去玩。昨天呢下大雨，所以没有路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到了，我们在乐高乐园，你多想飞啊！你看长颈鹿，你看它会叫吗？你看它那里。进去一下就知道了。它靠近的时候不是会那个吗？最高杆。是因为第一次被吓半死。是这个吗？雨超大。乐高旋转木马。小朋友的天堂。感应的，上面的，上面有没有感应的啊？大家好，今天是第几天忘记了。我们现在人呢在昌德宫，带谢老板来逛昌德宫，因为他说他很想逛。这里这个人，从昨天不是，从前几天就一直念说，从还没来韩国就一直念了。他说我的宫呢。然后昌德宫啊，他有一个后院，我们要等12:30的时候才可以入场，在那边。韩剧会出现的场景，真的吗？
大家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后花园当中最为美丽的芙蓉池、芙蓉亭一带的地方吧。这是哪一部韩剧啊？《衣袖红香边》里面女主角会在这里一直跑来跑去。跑来跑去是怎样？因为她是宫女，然后她就是很忙，要一直跑跑跑跑跑。有小猫咪，这里怎么会有猫？而且她感觉过得不错哎，蛮胖的。它叫什么？Coco呀，他觉得有东西吃吗？三个陌生人，他不要过来。他不知道没有东西吃，每次都骗我。走了。别的地方见过这个门吗？别的地方有好几个一个不老门，但是除了这个门。唯一的真的不老门，这个是一大块石头找到了以后从中央向外挖掉的，所以没有切头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不老门，为了国王长存不老的。大家现在开始为了你们长存不老，请进。没有想要活太久。可以。被听到了。那你从这边走。太失礼了。那我很失礼吗？是好山好水，有好无聊吗？是蛮无聊的，会吗？好山好水肯定无聊，但是这个是一种大自然的清静的感觉。嗯，哎，真的是好久没有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。有点晚的晚餐时间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韩国时间11点，没有错哦，各位说好的景福宫变成了变成马铃薯排骨汤了。因为今天到景福宫的时候下雨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带雨伞。没错，没有雨伞，其实有雨伞也不好。失望的些。没有，他有什么好失望的？明天他就要自己一个人去了。我们晚上讨论的时候是4点多，对，蛮早的。4点多吃完才5点。然后现在肚子饿了，刚好出来吃宵夜续摊了，我们就只点了这个三人份这样子超大一碗，小菜，对啊，转眼间熟了，然后哇，超大的排骨，可以夹起来吃了，吃它旁边的金针菇，来你先吃一口，跟记忆中的味道相比一下，是记忆中的味道吗？蛮好吃的。比记忆中的味道好吃。我之前其实不太喜欢吃马铃薯炖排骨。如何？有入味吗？肉非常粉嫩，入口即化。怎么样？哦，你那个脸好狰狞哦。不是，它吃起来很好吃。很好吃吗？但其实脸看起来好像不好吃。因为这个味道有点熟悉，它有点像是。马铃薯炖排骨，中药的排骨。马铃薯炖，算吗？都是排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你会看我挖挖不下去，就是它下面肉很多。这个你会看到，哇，整块的排骨，我先拿一块起来，这样子大家可以直接吃。这个一定超好吃，就很喜欢吃这种汤煮的马铃薯，而且它又带一点中药味，好香哦。好吃吗？嗯，就好，还可以再入味一点。嗯。好，我们要专心吃饭了。拜拜。大家安，今天呢，是第8天还是有点忘了。我要带大家来逛望远市场。很久没有早上来逛市场，因为现在是下午。走吧，这个出发。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吃的，我们还没有吃中餐。炸鸡要吃吗？多杯炸鸡。对呀、啊。老板买炸鸡喽，羊面。哇、哦，还可以刷卡。很像那种一点点糖醋的那种炸鸡块，虽然外面裹了很多酱，但是里面还是有点酥酥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市场也太大了，超远的，没有尽头的感觉。好远。江郎到了阿慧，
跟我都想吃的冰淇淋店。哇，恐龙喷火！妹妹看得目不转睛哎。哇，好棉花糖。这次是巧克力棉花糖冰淇淋。嗯。好久没有吃到棉花糖的味道了，就是那个小时候棉花糖的味道。那个棉花糖很 Q， 它是那种烤肉店的那种棉花糖，然后外面烤肉烤有点酥酥的，里面再配绵绵的冰淇淋，很好吃，但是很甜。本来呢，他想要买就是小菜，然后把它包起来的。刚去问了那个店家，说他们没办法包带回台湾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放弃了。市场之旅就到这边，拜拜。嗨，我们现在在超市。对，我们要买回台湾会带到的东西，然后顺便帮妈妈买一些她想吃的零食巧克力。Let's go， 走吧。你说这个吗？你还欠豹哥一年份的哦。喜欢这个，请拿。82。不是吧？上次是买72的耶。上次是买72。对，多拿几个吧，妈妈喜欢吃。要买四个。好哎。还要吃什么嘞？我只要这个。帮他买。这个我们家也有，你知道那个吃完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很多，不要买。对呀、啊。来了，到了我们要的。这个我姐喜欢吃的。Nakasagi 吗？对。这个是海鲜味的，但是不要看它包装上面是白糖，它其实很辣。它是辣的。嗯，其实是辣的。还要再买个干嘛？买什么拉面？它就叫好吃的拉面。好吃的拉面。这个是我上韩国数一数二喜欢的。참깨라면。汤面啦，就是那天我们在饭店吃的那个。你喝一口汤，你说蛮爽的。蛮爽的，那买一包吃吃看。我们在市场没有买到的，在超市买到了生腌章鱼。大姐在帮我们装，这个是章鱼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鱿鱼，不太一样，两种。然后他会帮我们好好的包装起来。他能不能上飞机？他就帮我们包得很仔细。嗯，太棒了。